哎呀，你们说今天我们该玩什么呢？向日葵，你说我们该去哪儿呀？哎，向日葵，你身边的豌豆呢？啊，对呀！哎呀，又是你，僵尸博士，你给我站住！小朋友们，这是我们的新玩具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里面有好多植物呀，赶紧打开看看吧。OK， 出现了，好多的植物呀。先来看看这个吧，这个是橙色的，是辣椒头兽。这里还有一个炮台，我们找找它的炮弹。辣椒头兽是一个远程投手啊。炮台向下按，放手了，炮弹就会弹出去了。我们来试试。哇哦，弹出去了。这个小植物看起来好熟悉呀，这是卷心菜头兽，同样它也有一个炮台。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炮弹，是绿色的炮弹，向下按发射，哇，弹出去好远呀。这个呢是最常见的僵尸路障僵尸，它的头上有一个路障，还可以取下来呢。看它现在变成普通僵尸光头僵尸了。这个是会生产阳光的向日葵，看起来非常的正能量。看它下面有一个小弹簧，按住它。这是点头向日葵，这个是不倒翁向日葵，这个是夏天最解暑的冰西瓜头兽，整个都是蓝色的，它还有一个炮弹。看它的炮弹也是蓝色的，发射出去的炮弹可以将僵尸冻住。我们来发射，哇哦，发射出去了，呀吼！这个是今天帮助我们打败僵尸的蔡文先生，看他的手还在动呢。这个呢是铁桶僵尸，他的头上有一个铁桶可以取下来，现在他也变成一级僵尸光头僵尸了。我们让他拎着小桶吧，哈哈，光头僵尸要去买菜去喽。这个是会喷火的火爆辣椒，天哪，它的表情看起来好严肃呀。最后一个玉米投手，它的玉米粒是黄色的，炮弹呢也是黄色的，也可以发射呢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哇，这个是土地里的杀手土豆地雷，它的身上都是棕色的，还有一些奇怪的小表情。看它身后有一个按钮，可以切换表情呢，我们来看看。哇哦，变了，又不一样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玩到这里，记得点赞订阅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